好的，你好。可以点一首歌吗？啊，你说什么？我可以点一首歌吗？我听你唱歌好几天了。啊，是吗？谢谢你，谢谢。那你想听一首什么歌呢？上次听你唱那个薛之谦的那个《你还要我怎样》，我觉得好好听啊，我觉得好好听啊。你可以唱一首吗？好的，好的，一首来自薛之谦的《你还要我怎样》送给你们，是的。这条我们熟悉的街，把你准备好的台词全念一遍。我还在逞强，说着谎，也没能力遮挡你去的方向。至少分开的时候，我落落大方。我后来都会选择绕过那条街，有多希望在另一条街能遇见。思念在逞强，不肯忘，怪我没能力跟随你去的方向。若越爱越被动，越要落落大方。你还要我怎样？要怎样？你突然来的短信足够我悲伤。希望你不用提醒我，哪怕结局就这样。我还能怎样，能怎样，最后还不是落得情人的立场。你从来不会想，我何必这样。